们活泼民的教育理念很简单，其实是从国小国中这阶段陪伴他们，补足家长在时间上面的不足的这一块，主要是让小朋友发掘问题，然后进而去解决问题，这也是最主要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教育能为生命历程带来深远的影响，常年奉献教学界的郑嘉怡和胡成伟老师，用全新的思维与引导方式，陪伴孩子们学习成长，成就更好的自己。四年前，在108年导入了素养，其实它从整个国小、国中到高中，甚至大学，其实它影响是很深的。那因为我们目前整个民意活泼，其实从国小到国中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正是小朋友在整个教育学习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精华时期。在目前的一个新的学制当中呢，其实很多东西已经不像在以前那个模式了，所以很多家长相对的，他们也是以前旧的思维，那我们必须相对除了教育小朋友之外，我们也必须教育家长，现在一个教育模式已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了。以去无存经传统的教育模式，琢磨每一块闪闪发光的璞玉，除了鼓励孩子丰富书里的黄金屋，还能带着知识能量走出书本外，迎接崭新的视野。多元化课程，我们结合现在108课纲阅读素养，将书上所学的知识挪用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让孩子们能够确实的学以致用。每堂课程设计啊，皆与社会周遭相互结合，例如自然昆虫结合社会自然领域，借此了解生态环境以及保育的观念。我们是来认识动物，你认识它之后，你就正确了解它，就可以爱护动物。我觉得这个体验对孩子们来说是很珍贵的。老师们也设计了许多课程，培养孩子的人文素养与生活知识，让孩子认识自我的本质，形塑独立思考与学习的心性，更触类旁通，多元的软实力。叠杯桌游课程训练孩子的细心度、耐心，以及增加他们的思考逻辑及手眼协调的能力。音乐打击课程提升感官的统合，协助发展五种感官的协调。叠杯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去训练小朋友的专注力，还有手眼协调力。那还有在体力部分也可以获得一点提升。玩叠杯10分钟就好比出去跑步的那种感觉。那在桌游的部分呢，会主要偏向于逻辑思考或是一些决策安排等等的。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培养小朋友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处与互动。有音乐方面来启发这些小朋友，因为脑部呢会发展一组多巴胺，可以让他们的情绪很稳定，所以相对呢他们的学习方面都会很好，让他们在生活中呢可以去找上这个音乐的一个乐趣，还有一个成就感。在现今讯息高速传播的世代里，许多资讯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促使还未接触真实世界、身处网络时代的孩子们拥有媒体识读的判断能力，而能善用智能科技工具。利用 AI 科技搭配着社会课程，尝试让孩子接触社区、关怀社会，以培养孩子的同理心。我们要让小孩子怎么能够在自然而然当中呢理解什么是 AI 要怎么去应用，最适合的年龄层就是在国小1到国小6年级当中的小孩，希望孩子都能够培育这样的理念，那懂得什么样是 AI 产品，什么样的程式设计，以及未来元宇宙的世界。为了让孩子们能从小具备紧急应变、照顾自己与他人的能力，也规划实务操作课，打造沉浸式的教学环境。一般的人都认为急救是要等到大人的时候才要学，其实不是的。去年我们上的是成人的 CPR， 那我们用的是一个叫 QCPR， 那个东西就非常的棒，因为压下去的时候，前面你的投影机就会告诉他压的速度跟深度，这也是他们一个初体验。那我们希望，有时候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急救的概念。孩子的学习啊的时间还很长，那孩子先看到自己的优点，其实他们也是很棒的。我希望在孩子的求学路上，我们活泼民意愿意成为陪伴学习的贵人，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随着一个环境，那教育会去做改变，我们在活泼民意的所有老师会跟着整个教育体制的政策随时去做改变，而且去做变化。师资团队始终恪守教育的初心，点燃生命中的星火，透过良好的教学方针，为生命展开全新的启航。